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花电频道。今天我为大家介绍《妖魔倾城》的全新大奖。这是官方网站释出的美术图，虽然说只有背影，不过有些人可以依照这个背影就猜得出来是谁吗？那这个系列好像都会是古时候的一些美人，好像都是那些包氏啦或这些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去猜。那我看到这一张卡片，我唯一的感想就是，是暗属性，然后是妖精吗？因为感觉很妖精。好，我大概走这样的感觉。然后画面中有一些玫瑰吗？还是蔷薇之类的东西，不太确定。但是它应该是跟花跟草方面有关系的一张角色卡。虽然说我讲了非常多干话，但是有些人可以依照这些线索猜得到这张大奖是哪一张卡片吗？如果大家可以猜到的话，就在下方帮我留言补充吧。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的新情报的话，别忘了按下订阅键，小铃铛。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话，就直接通知你。那我是 OK，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